様の下り線のみご利用となります。ご利用のお客様は50分までにゴンドラリフト下り線乗車口までお越しください。Attention all customers. All customers who don't have any skis or snowboards, please come to the entrance of Gondola by 3:50. Thank you.帽子嘞，居然有帽子！好，他上厕所，你慢慢找。对啊。那边雪跌到那么高，那里啊。对，看看我们以下次来看它要跌多高。好了，你的也开始录了。是啊，刚按的。好。开始可以用 Line Pay 来买雪票了，是吗？我有 Line Pay 啊。哇，怎么会？哎呦，勾到我，勾到我的。为什么？啊？有在充电吗？有啊。你刚勾到我的线还是什么？换边，你不是都走后面吗？好了，可以了。雪还是很大呢。对啊。今天接下来都下雪，华大山下也是下雪。站在门口啊，让我们冰一点，不然我们现在都太热。就慢慢的出去。出去。慢慢的出去。是先让机器降温。让外套降温，不是让机器降温。因为强风暂停运转，请等一下。强风。
看现在的气象几度，它的官网有几度耶、欸、嗯，负三，现在下午下雪，贵贵的那个吗？还是上面？是青顶的那个还是贵贵的？这面包看起来很好吃哎、欸。什么面包 ？Lunch combo、嗯。没看到啊。这是上面的那一个、啊、木头屋子红色的 logo， 这个 logo 记得吗？上面、嗯。哪个上面？这个的上一段。对。还有。咖啡色的屋子，然后那里还有 Mark， 那里有餐厅啊。是哦，我不知道哎。啊，这个在这里面，清景的这个。对啊，我刚刚有看到。贵啊，那个贵。对啊，3000块。3000块好，走出来一点。再来这。我这里开始酸了，想要酸手，推推的推推的那个，我一直都忍着不要推，推推吗？对，这里真的开始酸了。我觉得我们的帐篷太短，我看别人的帐篷长，就比较好推。应该没有吧？真的有太短吗？我也不知道，平常就是大概这个位置的高度。我今天真的是滑这个吗？看起来很短。是啊，是这个啊，然后中间切树林回来的地方啊。对啊，切的地方在那。看起来挺。哎、欸，他在拔棒棒了。什么意思？那个人在拔红棒棒。帮他拍一张，帮我相机用手机好了吗？还可以。拍一张，就是我们今天好物哦。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呀、啊？在门口。最下层的门口，我们已经在一楼门口了，在这里让衣服降温。要拍到柱子。一个门口最上面的吗？最下面。不是说一楼吗？最下面，最下面缆车出口。嗯，应该有吧。有沾吗？有沾吗？啊？我的上面有沾血吗？没有，一点都没有。为什么我的现在还在讲话？在外面见哦，因为我在中间的出口。哦，好，外面见。在外面。外面见。他是中间，他二楼。他停车在二楼。我们在一楼。明天也。我问完山先生说怎么办，我的腿又变不直了，我自己想就会。你不要问他啦，很难描述呢，你还给他用。他就说这大家有疑难可以问他。啊，是吗？也许吧。
好了，看到了。看到了，在那坐着穿。对啊。站起来了，走了。人怎么多？人多的要命。一样在右边嘛，对不对？对啊，一样昨天的路线啊。啊？前天的路线。超！舅舅，你先，你走啊，你走啊。牛啊牛！我把你拍了没有？你们走我干嘛、啊？砍你膝盖！好，我来。你在还继续切别人的膝盖？好，舅舅走、啊。走了。你走啊！又有两个背雪板的人，奇怪。你看他们是不是雪板小偷啊？是吗？看起来像吗？像小偷吗？谁知道嘞？
人很多呢。舅舅停，拍这里，拍这里啊！对啊，我要去他家拍照，我怎么找不到他？他哪听得到啊？你往下滑一点吧，侧降一点吧。一边降一边后退一点啊！哈，还是我后退，你可以吧？你后面有个人路过，走掉了。对啊，所以我在你下面啦、啊。好，这样可以。脚伸直。有啊，这样很直啊。我另外一只脚现在又是悬空的。还可以吧。多拍几张又会有那个。人像有吗？这样就是人像。普通的嘞。现在是普通。可以啊，好。滑不出来。小心哦，它沾了雪之后比较惨一点。你又掉了。是啊，很关心你啊。我觉得血会挡在镜头前面。就多几张了。你小心，你的下面那只脚再放平一点。手太掉。对啊。转向我一点。对，这样比较好看。好，全身。大的。你要滚吗？反正后面又有。没关系。按到了。用滑的。我这样扭很累。好了。好累哦。扭腰很累，好吧。叫他帮，叫他都没帮他拍照，我是一滑，怎么叫都叫不到，叫不到。完了，湿湿的，滑不出来。滑什么？也感应不到手指。我要讲话的话。我们现在停在上面拍树壁呢。那下面套路好，那套路好。啊？叫他不要动。在外面见哦，因为我在中间的出口。中间的出口。停在上面拍树壁呢。怎么叫外面见？哦，没有，他刚没有讲话，那就下去找他就好了。如果还有树壁的话，好，你先走了。
有啊。这下面是哪边？这里，哪里？我往下一点，你那边是背景。好啊，哪边？那边啊。那边啊。等一下，我先帮他录影。长平啊，长平啊，长平啊！哎，揪的方向比较对，你叫揪帮你拍。哦，好，我走过去的。你要走过去啊、哦、？OK 啊。我拖把你走过去啊！好啊，好啊，好啊。不用啊，我往下滑就好了。不用吗？对啊。那你过来这边，过来这边。怎么还滑？再往下滑。那我要露牙齿吗？你要的话，你就弄啊，随便你啊。从现在给他录，他这边爱我呀。要吗？你要？要上面露牙齿吗？对，有缆车没关系啊，没关系。好。哦，我要后面。不会瞎。好，你就看就对了，因为我的手的感应很不一定。好哦。好。第二。出兵。等一下，我帮他。等会。又掉。帮我捡。就你的那个裂痕很难感应啊！防脱手套，真的。花朵刚我没有那个问题，防脱手套。好，人像哦。是啊。换姿势啊，换姿势。好。你说躺平好像弄到人啦。躺平吗？有吗？
可以站起来嘛，如果我会理我。哦，拍要拍。不要动哦，不要动哦。你滑走了就拍不到了。我有录，你在人像，你不要给我滑走，你不滑走，滑走就没了。那你给他。没有。他腰他不愿意折回，摸你下去一点，你转下去一点，我再滑。你不要动哦。好，我不要动，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人像要成真啊，好啊，都可以啊，人像半身的话后面会很糊啊。明天还有啦。哦，真的好好看哦。明天雪超多，好不好？今天、明天雪都多。哎，谁要是这边滑过去吗？老路啊。是这一个吗？直下。还是下一个？直下。还没有要到转弯的地方。对啊。对啊。哦，我以为到了。还没。确定吗？确定。它是蛮下面有点平的地方转弯的。因为这边切过去是绿线，这条绿线我们根本没滑过。是啊。对啊，我们要走红线下去啊。先走啊，我再找你。反正你很快，我还要录很久。我在前面啦，录一下我的动作。好，我看着你下去，你下吧。要直冲了嘞！啦啦啦啦啦！这边也可以。
两边都可以走直线。对啊，走我看吧。这就是它上面的那里啊。走吧。对啊，这边就不用了，好像还不错。今天很粉啊。嗯，要是再走那条路就倒霉了。速度降太低了。反正这边都很顺的啦。好啦好啦，反正啊，大家可以走了。每次都掉一根呢，你。啊，是啊。脚酸了。嘿啊，脚没力就要休息啊。旁边比较紧吗？下旁边。嘿啊，自己选择路线。
我走错边了，这边比较好。好了。没干嘛。哎，笑。哎呀！都可以啊，哪个来的？应该要坐三号，二号好像会绕一大圈。是吗？对啊。三号还是二号？我们上次坐三号啊。我们上次二号。二三号了。二号。我们不是跟 HV3 的老外聊天吗？对啊，那我们他是你啊，上次坐二号。是啊，好啊。二号吗？对。好。好看的。怎么会照片啊？对啊，就刚一看，这前面有这漂亮，叫你，我叫，听不到，听不到，你要用那个，我哪有时间啊？这里，你要？那今天就是我晚一点洗澡了。很早嘛，现在四点半了。四点半。哦，不早。对啊，休息一下就。我们休息到三点多，到底已经四点半了，是这样。真的很多。因为我们中间在拍照，所以比较慢。今天会有加班车吧？热，怎么办？好难受，好难受。我已经把眼罩拿掉啊。面罩拉开，眼罩拿掉还可以。眼罩很大，拿掉啊。可以啦，你试试看就知道。太阳都快没了，还怕眼罩？不好看。太好了，真的。我是看比例的好不好？不像我们把人家太阳大头。真的。他这样讲什么，我都讲真的。下雪，下雪，要离开前很多的风雪，我们什么都滑到了。有啊，也滑到粉雪。而且练功的时候是晴天，玩乐的时候是粉雪。你要是从头到尾都粉雪的话，还练不到真正的功力，对不对？被刹车太厉害了。对啊，就反而会忽视自己那么厉害，对。开车的人很衰，他没靠好之前，他还不能出发呢。他什么都看不到。对，有，而且我发现他们全部都有把那个什么立起来，会发生什么事？啊，要不要关了？要不要关了？你可以关啊，不就按一下就好了。要不要收口袋？你要收也可以啊。你确定收得好就好了。不知道。没关系，你让放着我也 OK 了。今天会加班车吧？会吧。
都失血，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补补补补补。而且因为不会再出太阳，所以这个血就是明天还可以用，除了压血区以外。我要从山底下来的一次。今天没那么高。今天馒头不是馒头是吧？是粉馒头啊，就下去就嘣嘣嘣。今天弹的膝盖有点酸，一点点，膝盖有点酸。嗯。他在干嘛？他要滑去他的车子里吗？好像是，滑得这么远。那会这里雪场都不夜滑？你可以夜滑。滑哪里？不知道。对啊，有，他有开放。有啊，但是夜滑可能没那么好玩吧。视线不好。睡觉了。你要练功也练不到什么。你为什么高峰送你？对啊，就那时候报名雪地内的，不是，就是高峰不就是雪地内的？那个叫什么？其实跟你一样都 DC 啊，是不是？就很像 DC 啊，不一样啊。嗯。然后他那时候我是报滑板基地啊，其实是一样的。啊，那时候好像第一次报，结束之后他就送啊，还是那时候报的时候就送。嗯，那我觉得还不够用啊，可是现在又想要买。想买什么？就更宽的，然后可以就是整天戴的那一种，因为这个像这种就有点看不到。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有把眼镜拿掉尝试看路哦，拿掉眼镜我也看不到。太暗。是。雾雾的，太雾，然后反而戴上还看比较大。可是这种的话，就是大太阳的时候很好啊。可是如果说是那种阴天呢、啊？阴天就像这种，就是觉得真的看不到啊。可是像那种另外一种橘色的那种没有反光的那一种，它就真的这种天就比较看得到啊。我刚刚有一点在盲滑、欸，我后来搞不清楚我有没有滑过凸的地方。你都已经不当它是凸了。就好像你就可以碾过去。对啊，为什么那么干净？啊？我的真的都没辣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很脏耶。好。那就是我蹲地很重。嘿嘿。有，还是沾了一些啊。为什么会沾呢？好了，好，看来还可以再滑。滑到说会有黏住的话，就得打蜡了。这不会黏吧？真的好穿哦。它的机整个引擎盖，我今天等的比较久啊。应该会有一班来了吧？什么一号变二号的那个还是什么？我觉得他轮子好恐怖，歪的。是怎么回事？你也觉得歪的？怪怪的。有这种道理吗？不懂。可能啊，因为像那个他们可能会这样啊，就本来是轮子这样吧，他们可能会这样。但是我怎么觉得他下来角度是一样？对，他在学 ski 就对了，要内八，是这样吗？看看他的轮胎会怎么走。真的，他讲说在右边这样子。轮胎我还聊一边。听说双 B 的车子，他开快的时候，他变这样。因为就是要让它那个抓地来的来的哦。哎、欸，不是哦。这样看起来是正的。又歪了。
他走了，车底下还结冰了。走起来是没正常啊。一直闻到发动机的味道。大家记得喊下车哎。那不就只有一站吗？我就不是啊。不是吗？上次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没下车？不是。哪有？哎，是哪？那里啊，伊瓦塔 K 还是没下到车？什么叫没下到车？哦，回程哦。到这个巴士站。但是他就奇怪，他要跳啊。那正常状况，我们这个就是坐了就到了、啊。哎。嗯，变大了吗？还是本来就这么大？不是，这不是 HV3 哎、欸，是不是？嗯，去梅子的。都差不多时间了，他会不会扭进去呢？那卡在哪？啊，他都湿了。哎？他的脸也黑黑的，他该不会也是滑很多吧？现在帮他感应登山那个雪票免签。他又要翻牌子，对啊，他会换牌子吗？一号的话会绕很远哦。二号。啊？就在我们旁边了。应该是二号吧。还是他是要翻牌子的，还是加班车？刚来的这个是加班车啊。但是他会翻牌子啊。应该要吧。糟啦，我们翻车翻不了。不会啦，他就要来了没？哦。哎、欸，他停到旁边去，这不是吧？那种长不一样。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快点，脸上都是雪吗？没有。你要快一点吗？画波浪。你的帽子也都是。在门口拍吧。嗯，上车。大家都是啊。那你也是啊。大家都是啊。你帽子里面有很多哎。我们是猴子。互相。你的帽子反角。帽子
不是哎、欸，看起来不像哎、欸。怎么不像？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不是什么东西？加班中的加班。又来又开始，又开始这些，对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晚上要想办法把我脚弄断。没有号码。他是来干嘛的？八八的王雪。也没有号码。这个是什么？写埃及区，埃及几几？埃及后库后库。一家旅馆吗？还是？也有那种民宿接送的。又有人，我的脸上都是吗？没有，头发上很像冰冻魔女啊。脸上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脸上打到之后马上会化掉，所以我脸上很多水啊。也没有啊，水也不见了。你在干嘛？我在照镜子啊。好好好。又来研究工程，在我的屁股里，我要穿两条裤子。你穿雪裤出去也行啊。那我连那个防晒裤都要穿，太大条。你可以不穿防晒裤啊。知道他是什么车？怎么会这么慢呢？喷气，到底怎么回事？好臭，好臭！你是在那边住的时候，夏天出去外面走路会遇到熊？熊在干嘛？没有很近，我的没有很近。有人在坐在公车上，看到在旁边。熊在干嘛？吃草啊，找食物啊。熊吃草。它杂食的啊，它吃野菇啊。想吃人吗？就看到食物。我们是食物。它怎么落在那里了？它觉得你吃很多食物。我们看它是食物。哪有？我没有想吃熊啊。拿一把枪。也太久了吧，不该超过半小时的。啊，我们做的虽然站数少，但是算是倒数第二站，还是第三站？我们好像是我倒了回去，不是很快就到了。是啊，我是说。还是他不是从前面一路开过来的吗？上次坐是全都是空位，怎么回事？一直拍步伐。对啊。Je vais enlever les gens avant pour prendre le temps.
今天走那家比较近吧？对啊，对吧？在走到一半呢、啊？那什么？你说超市哦、喔嗯？你要走得去吗？啊、你要走得去？走得去啊，走得去才能。走得去啊，坐车回来。好，自己看时间。本来就比较远啊，我好像没有看到电器。电器啊，今天我们是太晚收工了吗？奇怪，那么多人在等，其他别的号码都没来，没来半步嘛，可能会讲调度的问题。开奖，开奖！黑车啊，四号，有蓝色的来自，我们那二号呢？还要换牌子吗？临时，他有写四号吗？有啊，前面的线是用的，还有后面还可以再。这比较大。一样大。我四号到不了。好像也到，到不了，会到巴士总站。还要大家放后。最后司机会绑起来吧？没有，他都是 snowboard。他叫他自己拿。他就这样摆着、哦，他只是换个位置而已吗？要拿上车。不，我是说他在摆放。他要绑起来吧？不妙不妙，呼叫呼叫，二号多加一点车子好不好？超超。绑起来了。就刚好走去吃饭了。对啊，衣服都不用换了。我就不用换，非常暖和的去吃饭，后来再换。这样。我们说我们来吧。去上班吗？干嘛？穿着吧。
一般用云南语是比较远，呀，是那个广东。一般得过来三十分钟了，给。为什么？哎，他们等超过三十分钟都没来呢？哪子？三十分马子，马子好稀奇。哪子？哪子嘞？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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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口卡。旁边有那个烤栗子啊、哦？怎么像肉味？烤肉。这个蛋包饭就是蛋包饭好吃的、哦。嗯，他好像也有别的啊，你看你看看菜单的时候，对啊，c'est truc de monopède. Demande à Wally quand c'est quelque chose. On fait moins bien du ski. Et vous voulez dire qu'on peut faire un ski? Je sais pas. Tu vas être un peu connard, tu voulais dire non? Non, j'ai rien, j'ai rien. J'ai un mauvais avec ça. Oh, on a le Itaïtreuse. Je l'ai dit cette année, j'en ai. J'en ai marre des vacances soleil. Franchement, c'est le pied de ça. Hein? Est-ce que tu me ski? Ça doit courir. Je sais pas, je suis prêt à essayer. Je suis fou à ça. Exactement. Hein? Si j'ai le temps, ouais, c'est prêt, ouais. Si j'ai 5 jours, je vais faire 2 jours dessus. Non, attends, attends, attends. Ça va suffisant. Faut faire 3 jours. 我现在是觉得站得很酸啊，是不是？什么 ？Michael Jackson， 对吧？脚立起来了，不是啊，我是脚立起来。哪里？哪里看不出来吗？我们那时候，我第一次站在雪板上还可以下去再上来，最好是。那第一个，Tu te les met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tu fais en fait, ils sont lourds. Tu bouges pas tes pieds, même marcher dans les épaules. Tac, tac.我们的雪板有它的弧线。我跟你差几公分？五公分而已吧，还是三公分？我的好像130。130？你就从两端。那有那么矮吗？135。有那么矮吗？Pour faire bien, c'est ici dans l'île droite, c'est en train de descendre. Si de l'autre côté, tu vas, qui va commencer à se déplacer vers le côté. On soulève pas vraiment les skis. Ah, ouais, tu soulèves pas, tu appuies sur le côté. Oui, oui. Donc un peu naturellement, ça va un peu. Normalement, en chasse-neige, quand je joue en chasse-neige comme ça, tu appuies sur un côté, ça va tourner comme ça. Puis après, c'est t'appuies. Puis et après, tu soulèves ton ski pour le remettre en place. Mais non, mon cas. Et après, tu fais l'étape d'après, tu fais plus chasse-neige. Je joue, il n'y a pas vraiment d'étape.来了。我听到你刚才就是爱吃的。其实说啥子，现在没多难。那我的朋友啊，我们还是有临时变。啊，等我车到家里面，那家里了。六号我们很快到，这又来了。到不了吧？没写啊，二号都不来啊，他在倒车了，要倒车了吗？不要，回来啊，回来啊。Which number is next to the bus? I don't know. First bus is number 6. Yes.全部的人都被接走了。三号也没来。我不知道三号等多久。三号等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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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都到巴士总站了，你坐三号、四号都到巴士总站了。上面的是其他的。可能是那边的号码吧，不然他干嘛？停在那边，对啊。
Le 6 Oh, shit. C'est peut-être tu, là. Mais si, tu veux aller dans le haut. Pas marqué dessus. Mais ça va. Je vais t'aider, tu vas faire.我现在就是膝盖的内侧在那边酸，我是膝盖的盖子在酸，他要去跟他酸。